咁呢個係一個 all day 嘅芝士金。幾厚蛋嘅。出翻嚟啊！依間茶咖喱啊，咁其實咧我就唔應該嚟呢度，因為我診咗，我嚟到呢度之後啊，即係到咗呢附近之後咧，先發覺呢間嘢原來佢有三間鋪頭嘅，一間叫茶咖廳。一間叫茶咖茶，第三間先就喺呢度茶咖喱。咁啊，茶咖喱啲係因為我喺 IG 上面見到有人去講呢間嘢啦，咁我就慕名而嚟啊。咁頭先啱啱嚟到一點鐘食飯時間，咁呢度西營盤都好多人食飯嘅喎，即係一間咁樣樣嘅環行。我上網睇下 OpenY 啲人講咩咧，又話污糟啊，又話熱啊，大排檔 feel 啊，咁大排檔 feel 緊噶啦，你一睇依個環境就知啦。咁啊，唔緊要，大排檔 feel 係一種風味嚟嘅，因為佢哋譬如話佢嗰個英文咧。嘅意嗰、那個名嘅意思，其實就係 fusion 啊，港式嘅茶餐廳再加 cafe 啊，咁啊 fusion 啊，咁啊 OK 啦，咁樣佢咁講我咁聽啦，咁但係冇錯嘅，因為佢啲嘢食啊，基本上包羅萬有啊，真係 fusion 菜嚟嘅。例如你會見到好多人話吹捧的滑蛋叉燒飯，其實滑蛋叉燒飯本身沒什麼特別，最特別是我看到很大部分人鋪出來的相都是用沙律菜的，但又不是全部，有些又不是沙律菜的，即是它都不是太過必然，所以呢
再加上我見到佢啲叉燒其實都唔係話即係特別吸引啊，咁我就 skip 咗件事啦。咁我見到佢嗰個卧底有鵪鶉啊，我最有興趣就鵪鶉。咁呢個鵪鶉我只係話 OK 啦。咁第一樣嘢，佢呢個係可以自助掃個 QR code 落單嘅。咁我掃完都唔使五分鐘，成盤嘢上嚟啦。你見到嗰盤嘢啦，都幾大兜啊。咁佢嘅製作嘅速度都有翻咁上下。咁整定就預咗噶啦，起碼有部分嘢會整定嘅。咁但係 OK 嘅，啲嘢足料啦，都靚仔啦，味道都 OK 啦，即係又唔係話啲咩驚為天人啊。咁特別係我要講講個鵪鶉足料啦你見到啲芝士都逼曬出嚟啦。咁但係個蛋就略嫌老咗少少。咁其他嗰啲嘢都係正常水平啦，$68一個咁豐富嘅，我啲你仲想點啦？我都冇咩好挑剔，超曬班嘅。即係如果以價錢嚟講質素咧都已經超出咗茶餐廳嘅水平噶啦。咁但係你話好高質，佢又未至於咯。咁反而我覺得最有驚喜係個 Fat Way， 因為我見啲人講佢哋啲咖啡都係為咗打卡為咗影嗰隻金龜碗公雞碗係啦。咁個公雞碗其實都冇咩咁特別啦，佢應該係 order 啲即係特登 order 啲咁樣加細碼嘅公雞碗嚟做啲煙味。咁反而我覺得嗰個咖啡算係高質嘅，即係以一杯 Fat Way 嚟講，我冇咩期待，因為見啲人都講到冇咩特別。好特別出色咁樣，我都冇乜期待啊。結果 OK 喎，個咖啡底都微微嘅果香果酸，帶啲 fruity， 咁亦都唔難入口幾甘，有啲回甘都夠足夠嘅，奶都夠滑，嗰個成個啡一啲都唔係口，奶泡唔好嘅話嗰個。啡底都好滑溜啦，即係成件事我都覺得舒服嘅飲得，係有啲少驚喜啦。因為見佢哋啲人講得個咖啡都係一般般，反而話佢啲奶茶 OK 喎。咁我唔知啦，咁人得我試唔到兩樣嘢啦。咁但係總而言呢餐我收貨嘅，即係但係我好少可會。即如果有一間有分店的餐廳呢，我通常都會試總壇，因為今天一個小小的失誤，我沒有做了功課先來因為 Open Market 都沒有寫它有分店，它三間分店都是分開獨立在 Open Market 出現的，因為 你看開 Open Market 知道的，即如果有分店的它會一次過 list 其餘分店，它沒有的。但你看看因為佢中文名字有一個字咁但係個英文名係一樣嘅。你揾到原來上環嗰邊有一間茶家宅，咁呢度係茶家裏，咁紅磡嗰間就係叫茶家廳。咁可能大家慕名而嚟呢度，就因為中意食呢度個風味啊，裡面得好少位嘅，得個兩張卡位咁好似後欄，我見 Open Line 話後欄仲有一紮好逼嘅位啊，咁嗰度仲攞命過出面啦。咁我都冇入去點樣參觀過。咁好啦，呢餐打卡嘅一餐就咁啊完結咗啦。咁我覺得$68再加佢啲特色咖啡就係加$100。價錢嚟講$70落樓嘅，抵到爆啦！有時候 all day， 你睇下我哋都知啦，食餐 all day 扎散叫都要過百啦。咁佢呢度咁嘅質素，唔想點啊？咁啊，係咁先啦 ，cheers！